十五分钟了，然后要怎么样？哎，怎么样？程序安装成功了吗？搞定了，已经十五分钟了。对，哦，太好了，哦，太好了。哦，哎，我拿到了护运通道的钥匙，所以你出去。护运通道门怎么关了？这护运通道之前都是不会关的。我去看看有什么别的方法。等我一下。什么别的方法？哎，这儿有个按钮。门开了，啊，是啥？怎么还有一层啊？易碎物，不要踩，封住了，封住了，强哥。哦，向上，从上边抽出来。那个不能往上顶，它掉下来会砸着你。哦，那就得上去抽。那怎么上去的？不是轻。这上边不能踩。哦。那这些可以踩。你上边不能踩。注意安全啊！给我，小心点，别砸着。小心，别打到手哦。来。哦，这边还是连起来的，所以他们得一起举下来。说一下，我在。硬拉了，哎，这个能拉出来，这个还得上去，这个快跟上，别让他们跑了，赶紧，快抓紧时间，哎，来不及了，我去帮你们拖住他们，你们快点啊，我们赶紧弄完，你赶紧过来，你干嘛去啊？你一定要把证据带出去。小绿，你别做傻事，小绿。这可以了，哎，我们这里可以出了，可以出了。出了，走，小绿，强哥，走，阿强，走了，走。走了，强哥，你们快出去。小绿，他在等小绿。快要爆炸了，你们把 U 盘带出去，坚持。射，不是你怎么办啊？赶紧走吧，快出去，一起走啊！一定要把 U 盘带出去，我回去救小绿。强哥，你一起走啊！
走。好 ，OK。走，往下滑。这都着火了，这都。走，赶紧跑过去，给我快点。走。快走啊！赶紧跑过去，给我快点。走。赶紧跑，快走啊！快点！到现在为止，我对于阿强还没有和我们一起出来这件事耿耿于怀。小绿！故事当中的大龙和阿强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，有太多太多像他们那样扑在隐秘战线当中的缉毒英雄们，他们就是赌上的不光是个人的生命安全，他们也赌上了家人的生命安全，就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够远离毒品。珍爱生命，远离毒品这几个字，应该我觉得是根植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心里的。我们和平安定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，其实是背后有这么多人在流着鲜血，在奉献自己的一生去默默地守护着我们。其实在我们的现实世界当中，还有无数个大龙，无数个阿强，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但是他们的工作，他们的生命一样隐秘而伟大。他们是真正的英雄。对，哇，时隔将近2年的时间，然后这一季升级了，再次回来之后很多环节超出我的想象。哪些超出你想象的？最后这个环节超出我的想象。这个真的没想到，那个爆炸直接真是来真的真的。今天这个故事其实到最后出来的时候是有一些遗憾的，我们最后走到了这一步。对，我们为什么没有和阿强警官和这个无辜的小绿，我们没有能和他们一起走出来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充满遗憾的。但是整个逃债的故事又告诉了我们，第一，提防新型毒品，不要给新型毒品任何的可乘之机；第二，所有的毒品都是建立在无数人民警察牺牲的那个基础上的，所以他们真的失去了所有的生活，失去了朋友，失去了亲人，他没有一切。他每天要做的事情都是要面对着成千上万的那些歹徒毒贩，他们自己的生命随时都是有可能会面临危险，然后他们在这个时候都依然是坚守着他们的那颗初心，只为正义，为了我们所有千千万万人民的安全。是的，这个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。就是有无数的在隐秘战线的缉毒警察，他们付出的一切会比我们节目当中呈现出来的要多得多。我们就希望就是天下无毒。珍爱生命。对，珍爱生命。毒品。再次向所有的缉毒警察致敬。
那恭喜你们完成了第二个副本世界的任务，接下来请队长按下评分装置上的按键。现在还有评分？对对，在那儿。然后查看你们本次任务的表现。计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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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的分数。哎呀，我们每次都是两分。我们这一次为什么会两个星啊？我感觉我们还行啊。伪装灵体玩家成功自救，成功了，这个成功了。在工厂玩家全员安全。哦。别动！这怎么是个死角啊？老师，就不可能，这个太难了，这绝对不可能。这个很难进，确实很难进，安全进入账房。揭开秘密，带出证据。对，我们带出来了，不光带出了秘密，带出证据，我还带出了厂房的钥匙，全带出来了。画这个是他、这个，这个我、这个是那个走账啊。你这个是，你这是赃款，走账的记录，对不对？哎，又要进入下一个副本世界了。好，最后完我们喊声我们口号：密室大逃脱第五季大神版成功。起飞了。